其实我也挺喜欢。我们这边福利好啊，跑走了，跑走了 ，go battle 了。算了，我估计不会选我了，我觉得特别像我的化妆师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别的队，真的可以让我化妆师给你画一画。哇哦，夜莺，你知道我很爱你，他是我的人爱。虽然是罗志祥选的你，其实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别的队。那我们不要听他说什么，回头见，回头见啊。就是，哎，怎么说？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别的队，真的。您有什么建议？我们福利好，福利好。他不想要。那看你一会儿投票的表情。哦，你真的应该来我的队。真的假的？您都没投我。就这种态度，我是要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的定，我才快呀、啊、你。